使用日本漆 Nippon Memento 壁纸漆，让您轻松创造出自己的杰作。现在，让我们向您展示如何使用 Nippon Memento 创造出自己的杰作。在开始前，请从我们的 Nippon Memento 颜色卡选择您所喜欢的颜色。其次，请准备好您的 Memento 底漆和 Memento 面漆。您将需要一套 Memento 的工具包，内含一把特殊的刷子、一支抹刀和一支搅拌棒。在涂刷之前，您需要使用搅拌器彻底搅拌 Memento 底漆以及 Memento 面漆。开始涂刷时，必须在您的墙面上先上两层 Memento 底漆。涂完第一层的底漆后，请等待至少两个小时，让墙面干透，再涂第二层。底漆干透后，用十字交叉的方式在您的墙面上涂刷 Memento 面漆。您甚至可以自由发挥，创造出不同的视觉效果。约十至十五分钟后，利用抹刀在半干的漆面上刮扫，让漆面更加平整平滑。只需几个步骤，让您轻松呈现属于自己的创意杰作。 Memento Sparkle Gold 金碧辉煌的漆面效果，打造皇室般的尊荣质感。 Memento Sparkle Silver 巧化光的折射，创造极致柔美的墙面效果。Memento Sparkle Pearl 漆料的亮度能够点缀墙面，让每一个房间更加亮丽。 Memento Elegant 细致优雅的漆面，描绘出意大利的浪漫异国风情。 Nippon Memento 壁纸漆系列，让您在任何的环境下发挥您的创意，打造您的杰出作品。 Nippon Paint, The Paint Expert.